近日，一直流连于香港的韩国少女组合 Miss A 成员 Min 29日以身变装现身为 K-pop 跳舞比赛担任评委，吸引不少粉丝一同前来。虽然是带着重感冒出席，但 Min 一人十分敬业的强撑起笑脸，在粉丝的呼唤下，脚踏超时尚铆钉高跟鞋亲自上台即兴起舞，让全场尖叫声一片。也是一脸严肃认真，对选手舞姿研究讨论不停。眼见选手们跳得火热， Miss A 也坦言对香港本地歌手 Jinx 的舞台兴趣十足，透露出合作意图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